死了再起。洪三爷发现只有会晓代志念咒，才会当解脱于遭粪铁的英雄联手防护。咱来去烧酒，互先来斗阵，来走找英雄咯！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较紧来讲台语，组一个战队，来讲台语哦！缠绵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哎呦，破老师我来啊！哎呦，哎呦，王福啊，啊你的病是安怎？哦，你讲这個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就是哦，我去捡了一只小兔仔回来饲啊，我就想讲要帮伊洗身躯，谁知影伊看到水就一直尿一直尿，然后就安尼跳起来跟我踢踢踢。看起来你是饲到一只会用功夫的兔仔啦，我甲你讲。这兔啊，真爱清气，伊会甲你整理家己的毛啦。啊，你若是用无正确的方式甲伊洗呢，安尼颠倒可能害伊破病哦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才想讲，兔啊，怎对我发性地？我平常时拢对足好个呢。哦，那安尼你来讲看卖，你平常时是安怎对伊好呢？像我看到兔啊，伊拢食菜甲红菜头，敢若足无营养个。我就常常把我喜欢吃的东西分他一半要给他吃，结果兔仔都不领情，那一半的东西都放到软球到打算的。我真正会奋斗，不能凊彩把人吃的东西给动物吃啦，每一种动物都有适合他吃的东西，那吃到不对的东西会影响他的健康的哦。什么？哎呦呦，哦，足疼，足疼，足疼！哎呦，我们好家在，什么拢无食。王福啊，这边安怎照顾动物啊，才是对伊好的，嘛是爱先研究一下吼。看起来应该爱找一个高人，和大家呢好好了解正确这个保育的观念。看完五行八卦书，赵刚哥，找高人。凤凰老师哦，叫我来动物园找一位动物保育达人，向伊请教哦，要安怎做一个合格的动物家长？来去找伊，来去找伊。诶，这间看起来哦，敢那是负责动物食的厨房哦。哎呦，恁若问我吼，我是感觉讲哦，饲动物真简单呐。啊，规矩哦，迄动物爱食啥，啊，你著穿啥物给伊食。代志毋是你想遐简单呐，无同款的动物甲所在吼，伊的饲的饲料无同款。我们非洲区的动物都毋是伫迄家处理啊。请问你是？我是中庆堂动物管理员，我伫迄家做30年啊。老师，不是叫你来找我吗？对啊。哦，行，啊，咱来坐车，我带你来去。哎，好好，行行行，来去来去。哎，小虎，这非洲区动物区哦，较大吼，所以咱动物嘛较侪，所以咱咧坐游园列车起来参观安尼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遐有啥物动物啦？非洲区内底有拢一寡大型的动物啦，有大象啊。虎马啦，啊个猩猩哦，啊个斑马，啊个长颔鹿，安尼。长颔鹿，哎，但是长颔鹿，我拢讲麒麟鹿呢。哦，麒麟鹿嘛是会使啦，啊有人嘛讲长脚鹿。哦，我上爱迄长颔鹿，迄颔棍长长哦，食物件哦，迄颔棍拢长长长呢，真古锥。对啊，伊唔敢颔棍长安尼啊，伊个脚嘛长。
所以伊若要啉水的时阵哦，伊拢爱甲脚泡好足开的哦，啊啊落去啉安尼。哦，安尼感觉足辛苦的呢。哎，对啊。哇，这是大象区呢。对啊，啊，这就是非洲象的象款的，啊，我就是饲美代甲千惠这两只呢。哎，啊，奇怪，啊，那有没有看到大象啊？大象因暗时下班的时阵哦，拢爱转去，拢休困食物件。哦，啊，东大哥，你透早哦，通常头一个工课是啥物啊？透早阮来的时阵哦，第一就是爱看看伊的精神，啊，若有看有受伤无，看伊的粪便若有异常，就是爱通知兽医来看呢。哦，啊，刷落来咧。透早来就是展示场，阮的展示甲摒好清气，晒啦，一寡物件垃圾啊，哦，啊甲摒摒。伊会晒这么大埔？哦，比我的头还更加大呢。啊，甲水池啊，嘛爱洗洗。啊，佫爱帮伊洗水池哦。哦，足享受的呢。啊，拢放好了，啊，就再放予游客看安尼啊。啊，就开始放草，伊的饲料。原来这是块饲料的机关哦，哦，看起来真好耍呢。嗯，啊，因咧创啥物啊？钟大哥，钟大哥，啊，因哦，伫咧耍沙包吗？对啊，这就是因头因咧耍的，因咧耍的迄沙包，这叫福袋，内底有草啦、饲料拢有安尼。哦，啊，为什么要把这个草放伫沙包内底呢？动物园拢有饲动物，拢饲久，拢会变一个刻板行为。嗯，刻板行为了，阮就是要让伊激化伊的脑力，就是想办法，就是要让伊想办法去解开那个福袋。伊就是，你只要看到伊用脚去踏啦、去摔啊，安尼，就是要甲刺激伊去想象伊的安那给他提出来。大象伊唔知有巧无？嗯，伊足巧的，伊差不多咱智商差不多咱四五岁囡仔的智商，啊，伊的记忆吼，会再得伊到一世人。所以讲，细伊细只的时阵，啊，就讲有人想甲欺负安怎，伊拢记伫内底，记咧记咧一世人安尼。哦，看来吼，大象唔呐真巧，佫真有个性哦。像伊嘛是足够认人的啊。嗯。像阮呐讲，阮的新的管理员要来甲伊要来饲的时阵，拢爱佮甲伊培养足久的时间，啊，伊甲伊欢喜，伊才要接受。伊若无欢喜的时阵，伊就袂插你。像我。哎，嘛是爱我经过伊，我甲饲几廿年了后，伊才会接受讲我去做伊的这個老爸安尼。钟大哥，你捌拄到迄个脾气真歹迄个大象无啊？有啊，阮以前就是有一只南坡吼公的，伊就是足高怪的，啊脾气嘛无好，一般拢是游客吼先对起无公甲挑衅吼，会弹石头入去，啊伊就生气了有吼，伊就甲游客去弹出来，所以讲咱。来动物园哦，唔好对动物哦起无空安尼。嗯，哦，安尼哦，真正爱注意的啦。啊，对啦，钟大哥，你佫有讲到爱训练这个大象。大象是要训练啥物啊？我一般拢是朝医疗方向在走啦吼，增加伤长爱甲修。嗯。我要伫倒脚，伊就夹倒脚；，啊，若要正脚，就夹正脚，往脚。一般来定期，逐个月拢爱体位检查，耳仔嘛是，耳仔伊会张，阮会叫伊张开，啊就互阮体位安尼。嗯，体位按耳仔，啊那嘛为尻川甲体哇。哦。那面积较大呢。对啊，你想的这简单嘞，但是咱一般大型动物吼，像犀牛，啊甲大象，因体质高的，一般会占拢做袂着，所以一定爱从耳仔。啊，甲耳背内底吼，血管上遐有看到血管的所在，才抽会到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对啦，迄大象遐大只吼，迄脚遐尔粗，是要哪甲修整甲？哦，这就是爱看啊有秘密武器啊。哇，遮大只哦，哦，拢够小吼，背悬安尼。这支叫锉刀。哦。一般锉刀就是，阮就是看大象整甲伤长，阮就是叫伊夹起。啊，慢慢甲搓，啊，检查脚底看有石头无，伊会点着安尼。钟大哥，啊，你照顾动物这么多年吼，佮会记你头一摆照顾甚物动物无？会啊，我第一只就是三十年前我做管理员的时阵，就饲的是叫金刚猩猩，伊叫做宝宝。哇，
足珍贵的相片呢，哇，足古锥的呢。啊，是我古锥还是伊古锥啊？哎呦，当然拢古锥，拢古锥啦。哦，迄阵我拄啊甲做保育的时阵啦，啊伊嘛细只时，嘛细只嘛足济呢，啊都爬悬爬低安尼，啊有时候爬到我身躯来安尼，哎呦，甲伊相处嘛三年外安尼。啊，你看来吼，恁两位动物园的菜鸟啊，一定互相鼓励，感情足好个哦。是啊，啊都甲饲遐久啊，啊伊嘛是即摆也去荷兰啊啦吼，啊咱本身咱嘛饲遐久，咱嘛讲会不舍啦。嗯，啊咱想想话，跟伊去遐嘛生活嘛袂歹，啊咱嘛替伊足欢喜安尼。哦，安尼哦，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啊！我敢那小可了解吼，这动物家长的心情安尼。对啊，这是都就是管理员拢安尼啊，哎，时间无早呢。哎，我都要下班啊！不是啊，后边我一寡石头还未做完，啊，做完了嘛是啊，咱下班的时阵还要把身躯的衫啊，啊个身躯拢爱洗洗，拢爱拢换洗一下呢。啊，你不要等伊厝这个洗哦，哇，钟大哥，啊你嘛伤清气伤啊吧？哦，不是，阮这里有规定吼，讲吼，阮园内园外的细菌吼，未使互相通，就是阮内底一般阮若做完，就是爱把身躯洗好，工作服爱啥物内底洗清气。啊，才换身去衫出去，同款的，你外口的细菌嘛袂使带来阮内底，阮就马上上班前都要把工作服换起来。哦，原来如此哦，啊，真正哦，爱替所有的动物感谢恁的用心哦。哎，这也是阮做动物管理员是应该的啦。安尼，今天的任务成功。嗯，好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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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公鸡啊！哦，好食好食，真好食！搁在食，啊，你有啥物代志还袂做哈？哇，我搁甜点还袂食，搁食去甲白灵妹洗洗呀！哇，搁是我。哇，原来要照顾好动物，真正无简单呢。嗯，无唔对，这每一种动物呢，拢有伊的习性甲个性，啊，拢总无同款。嗯，后摆吼，我一定会更加细腻照顾我的功夫兔。哈哈哈！真好，真好。啊，今仔日咧动物园嘛学了未少的台语吼，哎，赶紧，即马咱就来练习一下。好，教好我。风风甲你讲，台语一定通。动物园，动物园。象，象。犀牛，犀牛。金鸡，金鸡。长颔鹿。长颔鹿，起无空，起无空。休困一下，马上就要挑战魔王哦。学台语，学台语，来讲台语哦。身手锋利，玉天剑无锋。一摆天都无红，召唤霹雳英雄。欢迎台语小战士来挑战。台语战队，在呀，多利，王浩，天才，战术集合 ，Go Go Go！欢迎各位小战士，
加入今仔日的台语战队，来，甲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创造奇迹就是阮，阮是五道国小超级鸟翅队 Supermax。我是李旭武，我上爱放卡。我是张怡晶，我上爱跳舞。我是蔡基文，我上爱拍羽毛球。我是林星佑，我上爱画图。比赛即紧就要开始啊！今日的超级鸟翅队的小战术已经当妹夫要拍败梦啊！今日的小战术真古锥，好一个名号做超级鸟翅队。哎，同款挑战正经呢，咱嘛是爱邀请咱的台语文老师。今日邀请老师做伙，甲咱来看鸟翅啊，不是啊，来看小战术挑战魔王。欢迎咱个刘明新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明新老师。学台语无困难，接听接讲头一层。处理大细汉无分大细汉，处理讲台语第二层。啊，若过来遮参加台语战队。打败魔王，当然就会名声大。各位台语小战士，大家加油！小战士，加油加油！你一定要在时间内底吼，打败魔王，召唤霹雳英雄。挑战马上就要来开始啊！请看咱今日规则说明。战士联手挑战赛，时间限制三分钟。战士答案正确，魔王减血。答案唔对，战士减血，血中无的就出局。战士联手先予魔王无血，就算挑战成功。超级鸟翅队的小战士加油！你一定要在时间内底打败魔王，召唤霹雳英雄。破关除魔就在此时，小战士准备开战。咱魔王挑战开始喽！开始喽！开始喽！好好啊，来，同款吼，咱先来熟悉一下今日的小战术。好，咱看咱第一号的小战术于是鱼，伊捌参加过这个台语演讲比赛，有第二名。哇！朗读比赛嘛是真厉害的。好，老师，这个一号同学啊，伊上爱动物是石虎。伊讲石虎吼，伊个身躯个斑纹真水，但是吼，石虎是一级的保育类动物哦。对，咱个九号呢是咱个保育类动物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甲保护。是。哦，来，过来，咱看第二号个小战士钟怡真，哇，伊是学校内底播音小组个成员哦。哇。台语嘛，我得过 A 级认证，伊去参加朗读比赛，台语真厉害。那二号个小朋友同学吼，上爱物件就是柴犬呐，因到时。那呢吼，应该嘛做开我学学个。来，咱看卖题目，来，唔通凊彩安怎空格内底来写啥？来，后边是接动物食人食的食物。哦，来，咱个空格内底爱接啥？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咱嘛做回来又看卖。要看卖，要看卖。过来，咱看到咱第三号小战士蔡依文，哇，今年是六年啊。伊台语朗读比赛嘛有参加过，嘛有得过台语考试这个认证考试哦。哇，看起来拢真厉害呢！咱个蔡依文同学吼，伊嘛介意马尔济斯，感觉是狗啊啦。那呢吼，一定嘛做介我王后，因为我王后上古锥啊。来来来，过来咱看第四号的小战士林晨佑，哦，伊嘛捌参加过台语朗读比赛。哇，这个第四号小战士嘛是得过台语 A 级认证哦。哇，一个比一个较厉害呢。这个四号的凌晨佑啊，赶快嘛是爱搞。魔王生气咯。这里，爱卡这里，爱认真答题哦，唔好叫答唔对去，无魔王生气会扣分哦。小战士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
啊，即马时间只剩无到一分钟哦，吼，咱小建筑爱较加油。好呀呀呀！恭喜咱的小建筑挑战成功。虽然讲咱的小建筑今日来打败魔王，但是咱的老师嘛是有足济要来提醒咱的小建筑的吼，欢迎咱的老师。先恭喜咱的台语小建筑吼，今仔日打败魔王，实在有够牛的吼。啊，咱的题目内底吼，有一个题目讲吼。咱去动物园，袂使吼随便饲遐动物，对无？迄是唔对的行为啊！啊，什么是饲咧？饲咱华语叫做喂，喂跟养，吼喂养，迄就叫做饲啦。另外吼 ，A 选项吼，一个叫做溜啦。这个溜是啥物意思咧？溜就是讲吼，咱煮起来的饭，吼这顿食无了，咱后一顿，搁甲炊好色。把它蒸煮，好、哦、啊，把那些好、哦、剩饭再蒸煮一遍，啊，这个叫做溜。啊，什么是啉？啉，华语叫做喝啦。啊，譬如讲啉水啊。啊，过来是什么？剥，迄、那个剥是什么？嚼，嚼跟咀嚼。啊，譬如讲吼、哦，什么物件真润，拢剥袂烂。咱食肉皮的时阵有无？迄、那个猪肉皮啊有无吼？啊，拢剥袂烂。吼、哦，还叫做波啦。啊，另外吼、哦，老师搁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。啊，亲像讲吼，这也唔食，啊，那也唔食，你哪会食你什么？应该是拣食哦。迄、那个拣食就是挑食，什么叫做歹食？歹食就是很难吃啊。啊，什么叫做乞食？乞食就是乞丐。啊，什么叫做偷食？就是讨食物。讨食物，哇！你有够巧诶，甲老师要讲诶，拢讲了去啊。讨食就是跟人家要东西吃啦，吼、哦，这是第一个意思哦。另外一个是叫做啥？讨生活，谋生啦。啊，譬如讲，咱家吼都无工厂，所以咱家吼较歹讨食，哈、哦。啊，老师讲到这，小朋友，啥物人有问题？老师，请问挑衅诶台语要安怎讲？哦，这题真正有困难。挑衅，挑衅，这是真歹的行为，对吧？还是什么歹的行为？哎，就是你起无空啦。咱台语讲起无空，起无空，伊搁伫遐起无空啊，表示他在找茬啊。所以挑衅，咱台语叫做起无空。就是感谢咱的老师啊，今仔日的小剑术确实是厉害啦，挑战成功。那咧，咱就来看卖，会使召唤出什么霹雳英雄呢？一念即觉，一生一定。下一句是啥物无？牛笑鼻无尾，鼻笑骨粗皮。猫仔爬墙唔成高啦，这你嘛唔知。我今仔日来遮拍第二名，足好耍的。